你抽勤，舅父话唔怪得之老人院肯收你啦，唔打得都睇得喎。喂，买啲嘢俾你啊！整乜啊，幼女？我帮你填标做监护人噶，我嚟都唔得噶咩？我唔系净系话你一个啊，我谂住嚟呢度避世，等住往生噶，点知你班族人嚟完一个又一个，净当呢度旅游景点咁。明知啊，冬虫草啊，抗癌噶，记得定时定候食啊。 人啊，梗系有私心噶啦，阿Lu系我亲生仔，我梗系想去做茂光主席噶，点知啊杀出个程咬金，近排阿咪成个茂光老细咁款啊，睇完我眼冤。你试下舅父，大佬翻嚟茂光啦，我终于可以松一松啦，我之前太天真啦，舅父你有绝症，我 feel 到你嘅痛苦啊，如果我再添毒品嘅话，我点对得你住啊？ 你间房咁多嘢噶，成个货仓咁。人哋话事业得意，爱情就失意，原来系真。喂，饮杯先啦，我老婆而家好似变咗个租客咁啊。喂，喂，上次单嘢你知噶？我似乜嘢啊？我只系冇航标嘅小船，一篇冇咗句号嘅文章都唔紧要，一度冇锁匙窿嘅门，一张企唔稳嘅三脚凳都唔紧要，最惨嘅系我防盗必输啊！ 哎呀，听唔听到我讲嘢啊？原本咧有啲小学米嚟系想同你一齐食噶，不过而家闻到都想呕啊！唉，其实我都唔知我想唔想训练班好。我惊我上堂嗰时咧，又好似而家咁想再呕啊！不过见到你咧，我真系觉得自己好幸运噶。我加埋有两条生命，你就就嚟死，唔得，我一定要振作。 做咗几十年人啦，我真系睇透啦，人生有几多十年啊？水女水女去，火女火女去，我就一个失败嘅老豆，我仔就失败嘅仔。不过没有最离谱，只有更离谱。佢哋居然当正呢一个系游乐场。嘢啊！晒晒啦！好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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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抢好靓，好味，食唔食啊？食啦！你食啦，你食完啦。最好嘅都系高兴。 佢简直系俗世清传啊！高兴仔啊，高音准低音劲，天籁之音。高兴仔啊，你真系唔好埋没天分，你快啲去参加嗰个出场一定啊！去啦，你一定赢嘅。听唔听到啊？名唱家都赞你啊，我撑你。阿妈唔中意。唔使惊，我哋同你阿妈讲。唔使讲。 我仔唔中意啲虚荣嘢嘅人，多谢晒。咁样唔算做虚荣，想证明自己能够为梦想去到几远，有乜问题先？问题系你唔了解我仔。我觉得高兴系属于个舞台嘅。Flo姐，你究竟去揾你上啦？点解高兴唔可以啊？识唱歌有咩用啊？成个旺角行人专用区都企满啦，我仔一上到台就会发台湾。我唔想高兴，佢俾人笑到面黄。一年365日，有300日啦，佢都会俾人笑。 300日食15年啊，俾人笑几多次？你哋明咩？你啊，有病入去睇医生咪就系忌医，你整咗懦夫啊！你又资格话人咩？我唔系懦夫，我系坦然咁去接受死亡啫。佛祖系叫你好有体育精神咁去完成生老病死，而唔系叫你咧贪生怕死放弃生命。嗱，我有讲错嘅，你就可以反驳我。波姐，呢个啊撑翻你啊，你超勤系超级懦夫。嗱，阿B啊，你系医生嚟噶嘛？你话？ 你闹得啱，舅父唔肯我医病，简直系浪费生命。舅父，我绝对唔同意你消极对抗噶。赞成你抽勤做化疗嘅举手。赞成。做咩唔去学车啊？谂起考牌就惊，惊咪唔去学咯。你好翻啦，你好翻陪我学车。 继续教我耍太极，教埋我踩单车。你唔死得噶，你死咗边个陪我啊？讲心事。你点睇阿Ben同 Hugo 啊？世间千百万样事，你最关心嘅都系 Hugo 嘅事。咁你信有外星人，等于我信我嘅直觉啫。我怀疑佢哋曾经一齐。其实一年前我车去机场之后，我已经中意咗你。
你講笑。喺呢一年嚟，我大把機會追你，但我冇咁做到，因為你對 Hugo 死心塌地。我爸爸同我講過，佢話仔，如果你呢條路唔係好遠嘅，你就自己一個人行啦。如果你呢條路係好遠嘅，你先至揾人陪啦。我條路太短，我唔敢揾人陪。但你唔同，你條路仲有好長。人生唔係淨係得愛情嘅，唔好將所有快樂寄託曬喺個男人身上。呢個世界仲有好多樂趣，啲樂趣多到無處不在。喂，你真係中意我？重要咩？正如 Hugo 系咪同阿 B 喺埋过一齐？重要咩？活在当下，你而家同 Hugo 一齐开心咪得咯。嗯。喂，你点啊？得，冇事啊。俾你哋班人搞到我攰得滞咯。啊，我明啦。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，眾生道盡，方證菩提。咁多人揾你訴苦，即係大把嘢未了啦。你點成佛？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。嗯。唉。喂，睇下，北斗星出嚟啦！啊，火星真係曾經擁有高等文明。咁點解會毀滅啊？會唔會自作聰明啊？李師傅，師傅，唔使擔心，救援好快到噶啦。何姑娘，嘿，名唱家，做乜今朝唔起身练声啊？我头先入步啦，你冇嚟探我啊？你唔应该喺老人院嘅，但我仲想留喺度听你唱曲喎。系咪得咯？李师傅啊，不如你出去先啦，等救护员做嘢。冇事噶，吓，冇事噶。你都话过几日又走一个，再迟几日又再走一个，唉，唔知几耐就轮到我哋其中一个。小红星应该系唔得噶啦，你都系唔使等佢噶啦。你而家睇紧 TVB USA 官方频道，唔想错过更多精彩片段，就快啲 subscribe 啦！